注意观众，大家好，阿弥陀佛啊！那么咱这一集啊，也是国在看啊，这个五位大师啊，伊的注解。啊、极是极乐之真实因缘，初定庄严，动机是精修善业所感，亦缘五品观所感。 是极乐之真实因缘，一句真重要。在这打总结，叫做世界真正的因缘，即、這个话讲的正确。显示什么？一不随着正不转啊！你自己无烦恼，有道德，有智慧，其他的人拢是圣贤。 换句话讲，你家己也是圣贤，圣贤人所居住的环境，你就可想而知迄个环境会变成什么款啊，这不可思议的境界。啊、那么，咱再看下一这段，初定庄严动机是精相善业所感。即、這个精相善业就是念佛。 一玩五品官所干，啊，即、这个欲对讲也是玩高五品官所干啊。即、这个玩五品官，玩是玩高，玩高内面讲的五品官啊。那么五品官也寡妇内头讲了，随喜图像解说，言行略多，正行略多，即是讲修行。 啊，咱也要问，啊，咱嚟问啦，好、啊，看到嗰个下下军情往生，啊，即、這个嚟真多，古早时候有，现在也有，毋捌字嘅，无读过书嘅，也无听过经嘅，什么都唔识，但是什么呢？伊家己感觉着人生真苦，有人甲讲，连阿弥陀佛。 就往生西方极乐世界，就可以离苦得乐啊！听了后，就信以为真，如学至宝，死心塌地念一句阿弥陀佛，伊成功了，真正往生了。这是什么？这就是前面讲的精相显业所感。 啊！你爱知影什么是正常善业？念阿弥陀佛是精修业、啊。你想看一心念阿弥陀佛的人，已实现五戒十种。啊！也有害人的念头吗？害、啊、人的念头拢无。伊爱杀生吗？未。伊也未偷盗，也未去淫欲，也未妄语。五戒拢拢做到。 伊对这个世间完全放下，无贪无嗔无痴，无痴就是修持这一句佛号，一讲两讲啊，啊，亦不如痴，精上善业，中上根性的人啊，地家大师为咱实现，天台家系祖师啊，以天台宗的祖师啊，地家。 伊实现救生西方极乐世界啊！这是讲刚经说法有念众的法疏啊。走的时候，徒弟因问伊啦啊，讲师你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你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是虾米款的品位啊？那么伊个大概讲啦啊，伊讲因为我念众。 啊，领众爱管束操心啊，未当专精啊，所以呢，王姓只有五品位啊，以实现的五品位王姓。五品位什么为为低呢？换姓动地土啊！啊，那么咱知影地家大师是释迦牟尼佛化身再,再来，毋是幻灵。那么即个讲法日本也有。 啊，那么去年呢？啊，那么咱跟随家属情况上呢，到日本去访问。啊，看到日本人也有崇仰地家大师的像。啊，咱去参拜时候呢，家属甲在日本法师讲。啊，讲在中国传说地家大师是释迦牟尼佛化身来。啊，那么。 因讲阮日本也是有这个讲法啊，这实现啊，做互咱看，为什么？管诶修行方法做未到啊，那么即个咱做会到，这样、個、诶啊，随喜汝做会到嘛，不然水，随喜功德啊，通常随喜对伫咱一个经验中诶烦恼，是虾米烦恼呢？嫉妒。 你有嫉妒随喜，你就做不到。啊，你会当随喜嘅时候，阵嫉妒心就冇咯。嫉妒是真辉内面发出来。啊，人冇嫉妒心，啊，系金辉一定是真不了。啊，虽然无端真不了。托相啊，托相是达纲，冇离开佛。啊，所以你会当随喜。 啊，你会当读经，啊，读经、上经，解说就是为别人演说，啊，讲经说法。兼行六道是随喜、布施、世界忍辱、精进、禅定、发智。正行六道，啊，这兼行甲正行啊，拢有啦。 正行是一心一意为众生，兼行是随缘呐。啊，遇到这个代志，随喜去做，啊，随缘做，啊，那么这就是兼行，啊，附带兼的，啊，正行就是讲自己主动去做，啊，比如讲修布施，啊，看到人有这种布施的代志，啊，那么咱也等于随喜一点嘛，这是兼行。 啊！如果家己发起一个社会的好事，主动来做，那么你这是正行啊！坚守正行啊，拢拢爱做啊。比如讲社会上呢啊，比如讲啊，即个市政府啊，市长呢发起一个啊，青少年戒毒中心啊，这好代志，咱随时报喜。 啊，咱啊，个参加啊，这是兼修六度啊。如果咱看着即个社会上有遮尔多青少年做毋到代志，咱自己啊，发起来建立一个戒毒中心啊。那么這就是，这都是正修啊。所以呢，即、這个兼甲兼艺术的是叠加啊，即、這个是主动啊，即、這个是随缘。 咱接落来，国再看第三小段：人民表因缘生发，声闻表即空，菩萨表即假，万能无碍这一段为真重要。在如来的境界内面，不但众生是平等的，啊，咱讲有情众生无情的报托也是平等。 所以中青一经法界，一经法界内面，敢有佛，敢有菩萨，敢有众生，无。啊，如果要再分别执着，就唔是一经一经法界内面，敢有净土、秽土，啊，敢有四土、三辈、九品，拢拢无。啊，这叫一经。 这才是事实真相，心鲜色变即个你啊，爱真细心去体会、去观察，你才会当得到真相。花种世界、极落世界，世尊在经上常讲：为佛一人居净土即个为佛一人啊，不是独一的啊！咱观念上毋好。 毋对，啊，正着究竟圆满诶，福果，啊，这个、人真多，啊，究竟圆满福果，一段叫做真正一真化解，顶甲菩萨段是相思诶，一真化解，毋是真实，啊，为什么呢？伊要有一片心上无形，无断干净。 道理在出地，花从世界四十一位发身大师——这个四十一位顶级贵到来，啊，咱家想看咧，无名烦恼无断尽，啊，四十一篇无名，啊，破一片地微生之极、啊，是安尼来啦，啊，但是你爱知影，无名尘沙见思烦恼成空。 啊，真如自性内头本来无这物件，《起信论》顶面讲得好：本觉本有，不觉本无啊！啊，无名是不觉啊，分别执着拢是不觉啊。那么不觉呢？这本来无啊！啊，哪里有什么阶级？啊，哪里？ 有什咪佛，啊？什咪众生啊，在迄个境界内头啊，无福无众生啊，在第一句啊，第一题内面啊，啊，这拢无啦。啊，到到第二句啊，这就有啊，有佛，有众生啊，第二内头无啊，第二句内面有上一公土，有十布土，有。 即个方便土有动机土啊，第二内面无，迄这是真相，诸法实相。凡是有即个梦想分别执着，拢是希望。相。金刚经上讲：凡所有相，皆是希望。啊，迄是虾米？有法界众生，包括顶格菩萨，因、啊、为境界是指凡所有相。 该是希望啊！如来实际里的啊，凡所有相，该是实相妙啊！妙在实相甲梦想是融合斗阵，啊，袂当分的。梦想无了啊，实相也就无啊，实相可比人嘅身体 啊，梦想可比咱在太阳下的即个人影，啊，迄个影咱知影，迄唔是真个呀。啊，那么、個、你、啊啊、想看卖呢？即、這个影，跟人即个心离得开吗？啊，你若无人即个心，就无迄个影。啊，无迄个影，就无人个心啊，离袂开。啊，心修该书呢？无该书。啊，咱即个心无该迄个影。 啊，迄、那个影也会妨碍咱这个心，理思无解，事事无解啊，你要教啊，如果不教，就害咯。啊，甲迄影当做家己啊，啊，甲家己忘记诶咯。啊，这是什么？这是旧法界众生犯诶毛病。啊，咱诶真心是清净法身，四性六凡已经庄严是影像。 金刚经上毋是讲得真好，如梦幻泡影，是佛界以前庄严是梦幻泡影，伊前佛界内头是相似诶，实相，如来迄个果位相则是真实诶实相。即、啊這个道理爱捌啊，你若毋捌，你学习修行，你都无方向，你无目标啊，你到最后无结果。 啊！你爱捌爱明了，我有方向，我有目标，我将来会当进入即个境界，即是佛境界。即、這个境界毋管你净得浅、净得深啊，净得广、净得狭，将来的求生极乐世界，对于品味的提升是大有帮助。所以一定爱知、這個、影，即个意境庄严是梦幻泡影，从哪里来？ 从咱的梦想变现出来。啊，即搭讲人民是因缘生法，因缘生法是虾米？啊，即过来讲，大家都国较好办。人民是因果报应，啊，这大家较好办啦、啊。因缘生法就是因果报应，啊，无一项唔是重心向心，啊，你的心向 你果不善，啊，以前庄严拢善；你心性不善，以前拢不善。啊，毋是别人做来，互咱修诶，啊，是自作自受。自作自受啊，因败啊，伊也要怪别人，怨天尤人啊，做过不如意的代志啊，因为。 啊，即、这个天公伯也无公平啊！互我受遮尼济苦啊，哪对那对迄个人遐尼好，对我遮尼无好。伊、啊、毋知，影、这、迄个人伊诶好是伊诶善心善业变诶啊，我这个无好是我诶不善心不善业变诶啊。甲啥人都不相干，所以真正觉悟明了诶人，即、这个错误念头改过来了。 不怨天，不由人。知影依什么人都不相干啊！确确实实啦，是自作自受。啊，这是事实真相。吉罗世界有人民啊，那么人民是凡生同其土代业共生的。到西方吉罗世界，老老实实讲，伊也是人天的境界。 因为一片烦恼都无断，啊，是属于六道内面人道、甲天道这个身份。那么西方极乐世界凡圣同基土，殊性在哪里？殊性是真正不可思议，得阿弥陀佛本愿微神加持，是阿弥陀佛的福报，智慧福报的加持。啊，那么甲咱提升起来。 啊，不是咱家己修正诶，西方世界最殊胜诶地方就在此地。声闻标执空啊，声闻是方便有依托。啊。那净地声闻严格诶，各位呢，一大世界叫做方便有依托。啊。那么，伊这境界比咱功夫较悬咯。 啊！一知影万法皆空，一切法无所有，必定空不可定。啊，所以也心定了。啊，虽然有定定功也无够，为什么无开智慧？啊，所以呢，佛讲因是待在偏真涅槃，真就是真空。 在偏见涅槃有自修养，无他修养。自修养是在清净寂灭内面,面啊，但是无自在，也无圆满啊。那么这叫做偏见涅槃。佛、嗯、在经常甲咱讲，阿罗汉住偏见涅槃最长诶时间是两万大劫。 啊，就是讲，这里长的这个期限伊越回头啊，越降落，一当回头，这几、個、乎啊比新闻较聪明啊，这几乎伊也是住天津涅盘啊，著、就是住在方便有一套啦。啊，那么这几、個、乎最长的期限是一万大劫啊，伊相当一万大劫，著会回头。 啊，新闻上做是两万大劫，一定要回头啊！也搁再由向上来提升，回头就是咱上讲诶，回向，回首向大啊！伊无管你搁再休息啊，休息诶时间有够咯，啊，抑都要努力继续去求学啊！新闻自偏进日本。 就可比咱休学啦，啊，读书读到一个阶段呢，无继续搁再升学啊。那亲像讲读书呢，读到中学毕业咯，啊，毕业了无继续搁再读咯，啊，无搁再读大学啊。那么这对休学休息啊，那么休学呢，啊，搁再过几年啊，感觉呢也袂用，也是爱搁读书啊，再过去考大学。 啊，这在社会上啊，真水。啊，那么这大行呢，可比咱佛法的大行啊，都、就是安的。啊，那么这讲新闻啊，啊，新闻演讲啊，住在空啊，偏见涅盘。菩萨呢，表即假啊，假就是假了。啊，这个即就是一切，一空一切空，一假一切假。 菩萨知影修法界依正？依经庄严是假象，即、啊这个教著是假意思。即、这个假象呢，伊无妨碍真空，啊，所以心住在真空，那么伊会当在这个假象内面呢教化众生。啊，菩萨知影呢？即、这个真空甲假象彼此无妨碍。啊，咱今日凡夫。 咱如果教化众生，对家己诶清净心真正产生障碍，心不得清净啊！咱要去教化众生，咱家己心未清净。如果是菩萨，伊都无障碍啊，一工无一工，无用个啊啊，为一切众生服务，决定无妨碍自己诶清净心。 决定无妨碍自己修行嘅功夫。菩萨修六道万行，啊，但念佛的人修嘅是一心不乱，心不颠倒，这是念佛三昧。无论做什么代志，无论安那无用，心不颠倒，一心不乱、嗯，这是菩萨。啊，心永远是定嘅，啊，未比外头境界转。 这菩萨啊，咱凡夫接触外面境界，比外面境界转啊，这个真可怜。比外面境界转，就是遇着境界，入去，就去反应，无定功啊。所以这个念头可以讲，你从出生啊、出世到现在呢，念头是日夜不断啊，前念灭了，后念就生，速度急。 啊，决定无两个念头是相同的。啊，念头比时间较紧，时间一分一秒。啊，咱念头的起变呢，我在经常甲咱讲，啊，拢、啊、是万分之一秒。换句话讲，一秒当中，啊，一秒钟遮尔长的时间，咱的念头已经有上万的成灭啦。一秒钟都一万的念头成灭去啊。<了> 啊，就是依人龙经上讲的啊，这家师过去讲经常常跟咱大家讲啊，讲林龙经讲也是方便说，佛的方便说，也不是真实说啊。但是根据林龙经这个方便说，这个讲法就已经不得了了。为什么？林龙经上讲的，一秒钟啊，咱即马这个时间啊，一秒钟。 咱这个心内念头生灭几个呢？二十一万六千个啊！一秒钟的时间呢，咱这個心内念头已经有二十一万六千个念头生灭了啊！咱自己唔知呀，无法讲啊！这唔知呀，叫粗心大意。那么，一个念头生就是现象出来。 啊，正如同咱看电影共款，电影即个放映机镜头一拍开，啊，一张相片放在银幕上，啊，迄、那个银幕就是虚空，就是世界，就是众生，啊，一张出来的生了，真紧诶，一 A 伊都灭了，啊，灭了后立刻一个生，第二张又出来咯，啊，速度太急，啊，那么咱看电影呢，看着可能好亲像是真诶。 其实是一张一张的画面啊，一速度紧一直接来啊，而且一张一张的画面是各各不相同啊，无共款啊，绝对无两个完全相同的画面啊，这叫相熟相。金刚经上讲的如露亦如电，露是露水，露就是譬如相熟相，电是譬如真相。 啊，即张相片照诶迄个是真相啊，几张甲连到阵迄是相续相啊，伊一直继续啊。画面为什么一张一张无共款诶？啊，咱诶念头无共款啊。念头就是佛经上讲诶色啊，为色所变。念头无共款，变现出来境界相都无共款。 啊、菩萨讲哦，也当行顺众生随喜功德。功德是什面？功德是伊不变，不随外面境界转，这是功德。随外面境界转的无功德啊，迄叫烦恼啊。你随着外头境界转，学开会的人讲功夫，什么是功夫？未随外头境界转，这是定。 对外面的境界清清楚楚、明明了了，那是非，啊，定慧定学啊，定慧定蕴不可思矣啊，这个境界清嘛。所以菩萨行道，众生啊，修行主涅槃，真主在。啊，伊无主,主,、啊、主动去度众生啊，那么。 菩萨住不住涅槃？呢？菩萨住涅槃，啊！一住在涅槃，又无妨碍大众生啊，这种妙啦！啊，涅槃是如如不动，清净寂灭。所以大乘菩萨以正直的迄个涅槃，叫无住涅槃。啊！如来高地上啊，拢是安尼啊！什么叫无住涅槃呢？ 不足生死，不足涅槃，两平拢不足我一句来讲不足涅槃都生死啊。那么不足生死就是涅槃。啊。那么讲起来呢，涅槃生死两平拢有足啊，拢兼顾了啊。两平无冲突，两平无矛盾啊，两面是完良的。 啊，两面是自在，啊，原谅不改，所以到菩萨对应诶咯。啊，这个空、界中完全融合起来，即空即假即中。凡夫境界因为有妄想分别执着，非常严重。空、界中不能原谅。啊，空都毋是假，啊，假都毋是中啦。 啊，真正智慧现前怎样？一是一，啊，一、二、三，三、二一，啊，那么像这个不要挂，赶快啊！你来位置边看呢？啊，这边是平的，啊，过来冰刀灯来看呢？啊，这边拉倒进去，啊，搁在碗头过来啊，这边捧出来。 啊，那么无了解事实真相呢？啊，吃咧两面嘅人呢？啊，那么意见都无共款咯。啊，一个看这边，我看到明明是凹去；啊，徛喺这边看人讲，我明明是膨出来。啊，两个都咧烧钱啦。啊，意见无共款。啊，那么这著是无看到事实真相。 啊，叫我头转来看呢，叫风连待我。啊，我的奶都是胖的，胖的都是奶。啊，一是一，毋是二。啊，一体两面呐、啊。佛菩萨聪明在哪里呢？面面拢看着啊，伊毋是甲他看一方面，另外一方面伊也要看着凡夫甲枭雄啊，那各人呢，只看着一面。 啊，所以有执着。啊，看到这边呢，啊，你讲这个物件是耐力皮，啊，伊唔相信。啊，明明我看是碰出来啊，啊，你本来在讲伊是耐力面的。啊，看这边的人呢，明明是耐力皮，啊，你本来在讲伊碰出来，啊，安尼争论不休，啊，伊无明明看到，啊，每一方面拢看到智慧都完满了。 啊，佛教，咱对于法界、虚空世界、众生、微尘、冥冥，拢看着，然后才原谅无碍。国看下呀，这段宝坻得水啊，那么咱来甲即个文念一遍啊，即、這个地方无甲即段文接落啊，看即个经文有下离佛。 一路国道油七宝地，八光滴水，充满其中；地底纯玉金沙布地，四边街道金云琉璃玻璃合成。啊，那么加介绍几里，几里七步，啊，几里金。 是一种啊，云是一种，琉璃是一种，玻璃是一种啊。那么直接呢，讲了四种。这个琉璃就是咱现在讲的翡翠、绿色的玉。玻璃就是咱今讲的水晶啊。在以前、现代这种玻璃并无发明啊。古早人讲的玻璃。 啊，我经常讲的玻璃，拢是在讲水晶是天然的，啊，完全透明的。现在咱知影水晶制作的物件真多真多，最常见的就是水晶的镜片，即、啊这个目镜的即个镜片，啊，水晶镜片，啊，以保护目睭的、啊。那么，搁在下面呢？ 啊，雄幼老狗啊，那么这是讲七宝池啊，七宝池的岸边啊，雄幼老狗啊，这个老啊啊，役役啊这个老狗啊，用一金纹琉璃玻璃啊，完了这个玻璃呢来装饰，再加上掐鸡、掐猪、马脑的染色剂。 啊、那么这就七步了，啊，七步就是集结了。底中莲花啊，这宝地，内头要莲花，带入车轮青色青光，红色红光，赤色赤光，白色白光，微妙相结啊。到这达是一段啊，咱讲的宝地的水啊，介绍这一段啊，文念过了。 这一段内面重要的义处是无老师课啊，这段文啊重要的这个意思啊啊，人啊底下呢未老未死啊，无这课。那下面呢，咱分了两个小段，相明自处，处即明相处啊，前面讲的众不难事。 这是地理之度啊，还是咱居住环境啊？七宝行树，波堤滴水啊，这是供咱往生到极乐世界身处啊，咱往生的所在处所。极乐世界跟咱这个世间无共款，咱、啊、这个世间是胎生。 为这个爸母啊，为老母的这个八道生出来胎星，这胎星真苦，啊！西方极乐世界是化生，化生是变化啊，伊是胎星啊。出土动机是有流血液所感啊，那么这个出土是讲咱这个世根。 咱今嘛大这个地球，啊，这个地球，咱今嘛大这个地球是释迦牟尼佛三部世界幻性动之土，啊，这个土为多来，好在经常甲咱讲，有漏业，啊，就讲、是、这个世界安怎来，安怎形成？啊，是咱众生有漏业所产生。 六是烦恼诶代名词，有六就是汝烦恼，汝失去啊，只要汝有烦恼失去，汝都无办法离开六道轮回啊。六道轮回是有六业所感啊。你看，佛在真济经论内头甲咱讲啊，真正是无所处，千经万论甲咱说明即个事实真相。 啊，六道是见思烦恼变现出来啊，所以佛讲只要把见思烦恼放下，六道轮回就无了。啊，应伽大师净道歌内头讲得真好，“梦里明明有六处”，啊，这个六处就是六道轮回。甲求空空无代千，六道轮回毋是真诶。 啊，是你未去见到所现梦中的境界啊！但是你唔知系梦，你在即个梦内头爱修啊，所以你做成业啊，你在梦中享福有乐受；你做恶业，你在梦中受罪有苦受啊！你即个梦无醒过来啊？到虾米时候醒过来？你个乐多的业音该断掉，果就无咯。 啊，即、這个业因就是见思烦恼，见思烦恼内头，头一个心念。啊，接着即个身体是我诶啊，汝该想看呢，六道众生多一个人，无为家己即个心，行善为即个心作恶也是为即个心呢。啊，以为即个心是恶。 即头一个错误，所以家属常常宽勉同学啊，咱若真正想觉悟、想明了、明白，爱为到下手，头一个，爱甲自私自利个念头下掉，你才会当入忙。自私自利即个错误个观念、错误个行为，若袂当彻底放下，你更加好缘分。 也袂当入分门，这个分门是什米？或者境界你入袂得去。六道凡夫可怜，无量劫来在轮回里头打转，三善多的时间短，三恶多的时间长。你讲为什米？就是为了自私自利，自私自利害得你生生世世在三毒。 苦报来头受罪啊，或者是自卑到极处，啊，这个事实真相、前后因果全部拢甲咱讲清楚、讲明白咯。啊，奈何不悟？什么系悟咯？甲自私自利放下，这个人干悟了；自私自利无放下，无干 啊，装得更加亲像祖祖，啊，讲得天花乱坠，自私自利无放下，迄毋是真正恶，啊，还是经教内面所讲诶，世地变粗，毋是真实智慧，啊，真实智慧，啊，伊诶观念改变，啊，这叫修行，错误观念修正过来。 啊，起心动念是什物？心？真诚心、清净心、平等心、正觉心、慈悲心。日常生活，起心动念是这个心。即、這个心内头无自私自利，看着众生苦啊，都会去帮助伊，全心全力，舍己为人啊。你甲看，释迦牟尼佛是毋是安尼？ 啊！舍弃家己富裕的生活，舍弃家己嘅社会地位，舍弃自己一切款式，用一个身体，用伊嘅智慧，帮助一切众生降悟，帮助一切众生断恶修善，帮助一切众生离苦得乐，帮助一切众生转换成圣。啊！伊所作所为，一干皆暗。 实现的是为人演说，牺牲奉献啊，一点仔自私都无，一点自利都无。所作所为利益社会，利益一切众生，这才会当入佛的境界佛的境界就是自己圣德的境界，明心见性，凡夫狂笑啊！所以汝劫修行，你不能刻入。 原因在哪里？自私自利，无放下啊，是无容易啊。咱啊，咱一般讲，若根性太深，烦恼习气太重啊，遐那有遐容易放下啊？忽略掉这众生安怎呢？无可以放下，为什么无办法？迄是无可能。可以下面呢？可以做善业，莫做恶业。 啊，佛教这众生是教以五界修仙，啊，目的毋是教以出轮回，啊，目的是防止伊坠落三恶道，啊，因为汝的思想言行不善，不善汝的交感内生三毒可怖，太可怜，太凄惨。啊，你当断恶修仙，汝是五界修仙，汝内生得人天福报。 啊！你不能放下自私自利，出不了六道轮回。啊，先帮助你得人天福报，福教化众生，确实应机说法。啊，你是什么根基？啊，什么快乐愿望？啊，福拢有当满足你。啊，这是讲咱三婆世界西方极乐世界，甲咱即搭无共款。 彼土乃无量净业所成，又为阿弥陀佛愿行之所庄严。啊，这个之所庄严就是加持。阿弥陀佛四十八愿，阿弥陀佛无量劫的修行功德加持给你。啊、你自己爱修无量净业，你爱求生西方极乐世界。 即个道理未使毋捌。我再加注意讲：啊，你心内头抑有一个万分诶人，抑有一个看不顺眼诶人，你唔当到叫世界。为什咩？迄、这个心态是严重诶？老啦，啊，毋是无老，啊，你是有老啊，啊，有老修正业，即、这个业就不正啊。啊，也就变成邪业。 所以到西方极乐世界啊，你毋好看迄个老太婆念佛啊，临终的时候在走的时阵，往生遐的主宰啊，伊是安怎修下遐主宰，你来仔细去观察哩啊！伊在生的时阵无一个万分的人啊，你甲看，伊敢有一个万分的人无啊，伊无万分任何人，为什么呢？ 拢一笔高销咯！啊，我要到极乐世界去了！啊，拢无计较了。等我成了佛之后，啊，我转来再过来度恁。这是往生西方极乐世界非常重要的一个条件。咱修行最重要，就是把即个错误行为修正过来。啊，有一个人无满意，有一件代志。 无如快，拢是将诶，你往生，你心无清净，这是说明往生难。一万的念佛人，只有一两个往生，道理在出地。啊，伊诶烦恼无转过来，只是用即一句阿弥陀佛啊啊念个压落去不起作用啊。那么，这要看你运气啦。 啊，你现在呢压未调啊？那么到甲你临命终的时，最后一口气，如果也是压未调，爆发出来啊，这一爆发出来之后，对落三途。所以平时要用功夫啊，甲即个转过来啊。我无过再怨分，我爱更加慈悲啊，以即、这个以以怨恨心对待我。 那么，我以慈悲心来对；啊，我以感恩的心来对待；啊，这个心态都转变了，换过来。啊，那阿尼你也懵啦！啊，啊，伊、啊、对我有啥物恩？啊，为什么我要对伊好呢？啊，伊对我这样无好，啊，我啊就要以感恩的心来对待。 啊，什么温呢？啊，成就我忍辱菩提，这就是温。啊，成就我乞丐菩提。啊，安那讲乞丐呢？我对伊无国再报复了。啊，美国再对啊，想要报复了，这就是乞丐。啊，是不杀生的丐。啊，未去伤害众生了。 啊，不但无这个行为，连这个念头都无咯。啊，无报复的念头，无尽慧的念头是忍辱。啊，心内未起真慧心。啊，无报复的念头是不杀生，不杀气界。啊，成就你六波罗蜜。 啊，这不是恩惠是什么？五识觉来的烦恼是气，将处化解了。安尼念佛往生无障碍。啊，这才真正会当感得阿弥陀佛临终的时候来接引你。啊，所以对这个世间有一善待去放不下，拢是你的麻烦，你的障碍。 过年，一当身心世界一切放下，烦恼习气，每个再起现行，啊，这个人念佛往生，平平安安，稳稳当当，临终的时候，佛来接引，所以，这个世界拢是无量净业所成，啊，无量。 无聊啦，啊，无了就是把烦恼转过来，啊，这几句话真重要。带业往生，啊、带业往生，即当带阿兰亚修内面习气清净，啊，袂使带现行。现行是现在啊，常常发作，啊，常常去贪嗔痴的烦恼，迄叫现行，即、这个袂使带。 啊！那每天为早起甲按时生活工作，处事、待人接物，拢拢是修行。甲以前毛病习气，拢拢改正过来。啊！以前我恨的人，现在我会当爱；以前我讨厌的人，现在我会当帮助。啊！一定要个即个观念啊，做一个转变，啊，安尼咱念佛。 由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啊，临终的时候，绝无障碍啊。这一段时间呢啊，已经到了啊，那么咱就给大家报告到这一段啊，下面呢啊，咱、啊、下一集，这个继续来给大家报告。多谢大家收看，阿弥陀佛。<noise>